被喇叭轰炸的一天。小区居民请注意，抗原检测马上做，抗原检测马上做。上午十点，中午十二点，居民朋友们，居民朋友们，疫情防控期间，非必要不出门、不串门，不要聚集哦。口罩戴戴好，牢记五一三件套，隔离五台药。Thank you。下午一点。下午四点，所有志愿者立刻下楼搬运物资，立刻下楼搬运物资。下午六点，不建议，不建议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不建议，不建议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晚上七点。晚上九点。